我们现在在 Botanic Gardens， 我们要去参观免费的兰花园。我们现在在这个路口，然后要一路走到这里，太远了，走吧。今天天气阴阴的，感觉没有什么人。应该说已经天气阴阴的好几天了，但我觉得这样比较舒服。他说很像爆米花，还有芭蕉或香蕉。这边充满了虫鸣鸟叫，大自然的声音。没有带野餐垫来，不然在这个大草皮野餐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。我们到了，其实没有走很远，太好了。我们就是要来这个可以免费进入兰花园，明天就到期了，赶在最后赶快来。我们有两个人，所以省了10块钱，赞赞。进来了，就检查了一下我们的身份证，这应该就是某一种兰花了吧？有点讶异，因为我以为免费会很多人，结果也没什么人。这也是兰花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新加坡的国花是什么花？是兰花吗？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兰花的产品？等一下来查。而我们今天是穿那个情侣衣，新加坡的，哈哈哈。我喜欢听这个声音，好疗愈哦。这上面那个白白的须须，让我觉得很像老阿婆之类的感觉。有一点魔法世界的那种感觉，好像会遇到一个会魔法的阿婆。其实近看又有点像米粉。你饿了？我们刚刚查了一下，新加坡国花好像就叫胡姬花，中文的话，英文不知道是什么。有像吗？跟刚刚这个好像不太像，不知道会不会找到。但我觉得这个很漂亮，还有白色的。哎，那个很漂亮。嗯。黄色的也很可爱，真的是各种颜色的哎。很像水彩，就直接画上去，想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。这个也很好看。哎，这一区很好看。哎，这是渐层的感觉吧？有点银炫银炫的，好美哦。这个是我最爱的，目前看到的。你看，靠近一点，颜色就不一样了。很像打灯的那种感觉，特写镜头。这要到进去室内戴口罩了，好凉啊，很舒服的温度。对，这边是 cool house。这个发夹很细节，你看还是花的。这个也很美。哦天啊，逛完这个我有点想要买兰花的产品了。哇，
树，有松树，在哪？现在在哪里？啊，有。啊，掉下来，它掉下来了，在这里。这个造景很漂亮啊。我们看完出来了，觉得很赞。对，可以来。对。然后接下来要去下一个景点，好，我们也没有去下一个景点，就是去吃饭，不知道吃什么，走吧。拜。嗯。遇到了一个很酷的，他在那里站着不动。他好像看到确切的新加坡国花的样子，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，如果我们没有查错的话。但是都没开，完全没看到。还是想要其中一个的婚纱场地，拍婚纱场地，但后来没选这边。第一次来到这一区，富人区的感觉，感觉很多餐厅都很高档哎。这边我们在的地方叫，应该是 Dempsey Hill。这边每间好像都是餐厅的样子，我觉得很有美国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地比较大，然后有停车场，然后都是一间一间的这样子。这区我们决定到此一游，然后就要走了。这边车名车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，我们连进去看 menu 的勇气都没有。现在等发达了再来。我们选择了一间印度的餐厅，不是这一间，还没到。刚刚走错地方了，我们其实要来的是这里，噔噔 ，Sammy's Curry Restaurant。一道大概10块钱上下，因为他特别特别喜欢吃印度咖喱。我们刚刚点好餐了，然后我们坐在外面。里面它那个餐厅有一股很浓厚的，花香吗？我不觉得是花香味，我觉得很像，台湾有一种东西叫明星花露水的味道，我觉得很像那个味道。但我不是很喜欢那味道，因为那味道很重。然后，但是男子说是花香味。我觉得他应该是烟。不确定这是不是叶子，但它感觉可以重复洗，但它这边又感觉很像叶子，然后这边又破掉。叶子，好酷哦！第一次看到 ，Thank you。看这个饭是放在叶子上哎，真的超酷的，我真的觉得叶子超酷的，它真的很像塑胶，很厚，感觉可以重复使用之类的。这是蔬菜，然后他说这是南瓜。然后还有我们点了这个，好像是他们有名的 Lassi Mango 口味的，然后虾饼，南瓜超好吃的，南瓜很好吃哦。刚刚吃的整体来说蛮重口味的，味道很重，它那个香料味好香哦，口齿留香，超好吃的。他已经不想跟我讲话，他就想一直吃。超级好吃的，炸鸡的味道。我什么样？难。这里面有果干，就是柑橘类的皮。男子说很像甜点。很好吃哎。你竟然说甜点好吃，你又不喜欢吃甜点？暴怒。只要是印度，他一切都说好。又加点了一道羊肉，但吃起来有点像羊肉干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有点辣辣的。我们已经吃饱出来了，超饱了，酒足饭饱，吃超级多饭。他很满意，他可以一直加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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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加饭。然后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搭公车回去了。今天是开心的一天。拜拜。